李白对线吕布要注意细节，先端草，然后故意空个一技能，再吃他一刀以示敬意，再上去清线，你就会发现你已经打不过他了。哎，等等，好的，现在这个结果更加的巩固了。是的，没错，这才是我想告诉你们的。李白前期一定要足够猥琐，所以我就特地为你们做了一下反面教材。所以你们看我这么卖力，还不就是为了你们手中的赞吗？哎呀哎呀，赞就行了，不用收藏，不用转发，实在是太客气了，真的是。能不能多来点？吕布有了线权，所以支援比我快，导致前期有了一些劣势。这边我有技能，上去救一下队友，能救到最好，救不到也没有办法，不再继续清线。至于在什么时候可以跟吕布打呢？那就是等他忍不住走过来使用一技能的时候，二技能无法选中躲避，反手 EAA 打一套，这样换血就是不亏的。这边小地图看到我方的猴子在刷红区，直接冲上去强行刮痧，争取给我方的猴子创造一些可以抓人的条件。不得不说呀，李白走边路这样的存在，很容易就能够给对面边路造成一些盲目的自信。这是优势也是劣势，但是放在现在来看的话是优势。对面打野也在呀。那个人有三级，我先溜了。但其实都是假象，他以为我往下溜了，但是我没有。逆向思维，反方向跑，只要撑到 CD 好了就可以继续操作。假如吕布要打我，我还有个闪现，但是他怂了，所以螃蟹是我的。我去，死酒鬼又打老子！再次回到线上偶遇宫本，耶耶，直接刷满剑气，手捏着一手大招，等他放大，我也放大，然后我站着，他躺下，再然后呢，对面的吕布就来了，二技能躲了个寂寞，然后刷大消耗，一技能控下，他就放出了大招，显然不明智，两段一技能拉开距离。然后甩开他也很容易，他过去我就回来，他不过去我就不回来，还是继续之前的套路。他使用一技能，我就使用二技能躲，然后再反手 EAA 打一套。他没有大招，是经不起这么消耗的。很显然，此时对面的吕布也意识到了这一点，所以任凭我怎样勾引，他就是不放一技能，甚至还直接站着不动来挑衅我。所以呢，虽然很遗憾，但我还是不得不告诉你，你老婆来抓你了。而吕布也用事实证明告诉了我，不愧是好男人，一抓就死。这边中路发生团战，从侧面支援。身为一个刺客，我的目标是脆皮，而目前出现在视野之中的脆皮只有妲己，所以凑合着杀吧。臭不要脸！然后鲁班也随后出现，绕一下，等一下 CD， 两段就能突进，成功打出闪现。这时候一般的边路可能就只能放过你了，但是我是李白呀，所以拿来等你。个鬼呀！捡个路吗？谁不会呀？是吗？我不信。捡一个我看看。好的，送给大家，有没有漏掉的赞呢？给我点一个，让我捡捡呗。